我叫赵大元，已经退休了，今年76岁，中国武术八段，是北京市武协的顾问，目前是，一生喜欢这个中国传统武术，着重于在那个武术的使用技术方面。爸，他不之前过来了，你看，爸一去了呀。 他去这个时候，你看，一扭，往左边方向，这时候往回一扳，你呢特别容易走这儿，走哪？而且呢特别容易什么呀？最容易犯的毛病是拉回来，拉回来的人轻。现在关键在哪呢？一定要保持不动距离。这段距离一定什么呀？ 光着过来，在这儿呀，一定在这儿，一定不要什么呀，一定不要这样。光完了，再自修，哎，我都防着呢。年轻时候呢，因为喜欢学习这个传统武术，所以年轻时候呢，就什么传统都学，那时候呢就喜欢。 我们讲的是外家拳，噼里啪啦动作很速度很快啊，打起很漂亮，主要喜欢那些。后来才接触了，最早接触的是那个太极拳，因为当时太极拳呢是这个当时的河北省委主席那个李雪峰把杨振基请到北京来了，给我们中央的一些老干部教太极拳。 那时候呢，我就有幸跟着我父亲一块儿去学习。但是呢，我们这些就打仗出来的、战场出来的老干部呢，都喜欢为什么？比如说，抡脚步、揽雀尾、提手上势、手挥琵琶是干什么用的？啊，着重他的实战。所以那时候呢，就学了一些太极拳的这个老太极拳的那个实战的技术。 后来又学了形意拳，什么都学，所以最后呢，是跟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孙红艳，后来是我的师哥了，一起跟李子学习道的。为什么学了这么多拳种，认识这么些老人，最后要拜师的拜的李子明的呢？因为通过我们，因为几十年的。 十几年、七八年，多懂得什么样是好。所以我们多想学一个非常好的人。李子明呢，主要关键在哪？第一，人非常好，给我们感觉有个亲切感。第二呢，关键是什么？他技术讲得很清楚，用法、他的机理都会讲得很清楚。这是我以前的老师是没有的。以前老师只告诉你怎么用。 但是他不告诉你为什么。现在呢，李子明老师呢给你解释的很清楚，所以最后呢，就孙红艳我们就决定要拜师，要正式入门学习。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在全国来说，是我们是第一批各个拳种里我们是第一批正式拜师入门学习这个八卦掌的。 那时候只知道八卦掌，但是呢，入门以后才知道哦，这是梁氏八卦掌，所以说这个三大这个什么支派吧，就基就是全国，它是主要就这三个，所以以后就跟着李子明学习这个梁氏八卦掌。不接手，这叫接。 翻一步，后面这个手，翻一步接手，一步来，我是出肩，我是出肩，我不往上啊，我是出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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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间下叉，看，人手，拿手，标，两个，一，二。
这就在这儿来，是不是？二，走啊！这个是，咱拐一个，马上就能来。这手去了，你看，这手去了，这手去了，这家伙，兄弟，哟，第一个去，他全都过来，你是这么骂你吗？骂你老婆的，臭，爹。 叔叔，你过来看，看，哎，这劲儿不是这么骂。这儿过来，你看，第二下是这一下是你刚才说的拇指去的是哪？指挥长，这儿。所以一打二打，梁氏八卦掌是二代弟子梁振普传下来的。梁振普呢？ 在他那师兄弟里面是一个岁数最小的一个小师弟，岁数最小，民间他做孤一的，所以民间都管他叫孤一良，他是最小的一个师弟。另外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说，尹福也好，陈廷华也好，他们都是拜师投艺的。董海川教徒弟有个特点，他是根据你的本已经掌握的技术来进行教学。 因材施教的，所以呢，他其他师兄弟呢都带着他原来的这个拳种的这个技术和特点，而梁振普不一样，他是个白丁，没有什么拳种限制，所以他进来以后学习的是东海川自己的比较纯的这个八卦掌，因为其他师兄都改了嘛，他是比较纯的，这是第一。 第二呢，他和师兄的关系都非常好，对吧？所以说呢，又跟其他师兄弟学了很多他们的技术，是吧？当时，提出来要合太极形意八卦为一家，说五个把兄弟，陈廷华、尹福、梁振普、李存义、刘德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五个把兄弟是吧？在南京的。 在南京的天津的南马路，北边是洗衣馆，南边是八卦掌门，是吧？这都是历史的。所以梁振普那儿呢，他又吸收了师兄弟里面很多非常好的技术。所以呢，梁氏八卦呢，怎么说呢？就是比技术比较全面，而且他比较注重什么呀？注重实战。 这手呢不能这儿，你有的，另外这手握的横的是像他这个劲，所以过来以后，这么一在那，是吧？所以你走的时候呢，一定记住，一定知道啊，左边，这哪？弯腰，也在这儿，一定是在那。 哎，对，这种翻的是怎么翻的？它用弓，这是封锁的，这个。哎，李总呢？你过来，你伸手啊，啊，这不就锁死了？一说到八卦掌，就得说到传统武术了。所以老师在教导，练八卦掌，练梁氏八卦，说小的是梁氏八卦，说大的是传统武术。 在说练习传统武术，在练什么呢？在悟道、修道。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什么叫悟道呢？就是练习八卦掌的同时，让你悟得懂得怎么去对待世界，怎么去对待周围的事物人，怎么去对待自然，让你正确的认识去怎么去做。 就是说，悟做人的什么呀？做人的道。所以说，老师在强调，练拳不是练人，是修人的。什么叫内外双修啊？内修什么？内修就是修你的精神，外修是修你的什么呀？身体，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不要把这个。
你像我李子明老师也好，我的这个师兄都很强调这条，练武不是练武，不是练个套路，也不是去练打几个人，它只是一种形态，一种手段，就像和尚念经、道士那个念经是一样的，它是一个手段，最后是修炼你自己的一生，这是练武的终极目标，而不是几个套路或者我能掐七个打八个，那几个技术那不是的，是吧？它主要是要你能够怎么说呢？安师爷的吧，我那个安国良我师叔吧，安国良一句话就是什么呀？乐享天年，这是什么？让你一辈子过得高高兴兴、欢欢愉愉，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不是单纯去什么呀？剩下的保家卫国也好，安保除粮也好，演电影也好，比赛拿分也好，只是它一个外在的形式，真正的还修着你自己的人。所以呢，如果说练武，如果你能明确这条，那就好了。